西隧實施已通行第一個工作日出師不利，撞啱灣仔繞道交通意外同埋黃竹坑道水管爆裂，喺雙管齊下夾擊，西隧需要間歇全線封閉，中西區交通大擠塞。星期一朝早大約八點，灣仔方向近中區碼頭，一架私家車同電單車相撞，電單車司機受傷清醒。干諾道中天橋近海軍政府大樓嘅部分行車線封閉。而黃竹坑道水管爆裂，往香港仔隧道方向全線封閉，大量嘅車谷曬去薄扶林道至中上環，造成塞上加塞。運輸署都建議市民乘搭港鐵。